个是瑶瑶，叫哪一个？第一排中间的。无中生有，翻牌者加200分。那么4号，约翰要哪一个？最后一个，最后一排的最后一个。哦，晴空霹雳，翻牌者2。他关键就是心态特别的好啊。来吧，900分啊。好，来我们的1号剑刺。第一排第一个。万箭齐发，除了自己，所有的嘉宾减200分。哇，可心。那个，对。落井下石，分数最少的减200分。这不如起步价。太棒了，太棒了，赢了。500，你要是能600就更完美了。我们来看看这道题的标准答案，临死前剩下的力气只能对爱的人说3个字，会说什么呢？我爱你100分，对不起200分，好好活300分，我走了400分，改嫁吧500分，忘了我600分，跟我走700分，逗你玩或者我装的800分。哇，来，我们听一下第3道题，什么东西是有借无还的？来，金色，胳膊腿儿。你怎么会有这个想法？我要想，我发现这个是想的怎么样离谱，怎么样想？对，哦，你一直很离谱啊！来，给他加上700块。哇！小心，借光。很遗憾，但是类似借个活、借个胆、借个道。大约这类算一块啊。好吗？好，那么恭喜你400块。这把我的都给想了。嗯啊，有感情吗？感情没有，有人情。你愿意选择这个吗？好，那么好，恭喜他500块。约大帅，借钱吧。金钱。嗯，再次恭喜约翰100块。耶，恭喜你回到起步价。恭喜约翰回到起步价，真棒！我一瞬间，我感觉像节目刚开始似的，时间倒退了。